杨思维的对账机器人如何自动进行银行对账呢？首先，资金结算会计下载银行对账单，机器人自动查找银行对账单文件，自动导入杨思维的中，然后将企业银行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明细分开展示，根据预先设置好的账户、日期、金额、借贷方向等对账规则，自动逐笔核对、打勾，快速完成对账。随后，杨思维的对账机器人自动出具银行对账结果，清晰显示企业未达账项和银行未达账项，自动生成银行账户余额调节表，并自动发送邮件通知资金结算会计。